不，没有，这是我这个上面这个啦，我关掉了。哦，哪个啊？上面弄这个、啊，蹲下就可以飘起来，已经弄好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超人，要开吗？这会挡人，哈哈，拍谁了？啊，就是那个尖面的那个，尖面的那个，对，蹲下就飘起来。哦，帅哦！可以加发光吗？啊，蹲下就发光吗？对啊，加发。你把直接改成蹲下发光就好了。他真的好厉害、啊！这一场只要有人敢蹲下就发光，是不是？嗯，还好啊。对啊，就是站、哦、站着显示 ID， 蹲下那个、啊。飘不用啊，飘不用。蹲下发光。飘的话就会像上次那个跳跳赛一样。还有缓降。啊缓降怎么讲？我死给起耶！还记得那个跳跳赛吗？那超累，他跳来跳去。嗯。想要埋伏有没有？蹲下就会发光。哇哦！马上就被看到。发光。你想要发光还是要显示 ID？ 九。进来。谁不进来？是谁？团团。啊，我在这啊！Tab 打开就看到你的脸在上面。哇，你不加？在排队啊、欸？真的耶，团团，我看到了，野兄弟耶。他染头发了，我不染头发了。哦，他们说不定天生比较黑啊，蓝色一点啊。對啊你说头发天发色天生蓝？对啊，不行吗？可以。哇塞！飞起来按 shift 往下的时候好卡哦。对啊对啊。对。我觉得史迪奇加耳朵好奇怪。史迪奇没耳朵才奇怪。不是啦，我说放在这个麦克这个。哦。你是不是嫌弃人家？我没有嫌弃他。哦。没有没有。可爱，正脸很可爱。团团，哎呦，你说人家，我没有说正脸怎么样，我就说正脸很可爱哦。哦，团团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哈？啊？突然好像怪怪的。哦，等一下就可以接起来了。好，来哦，那这场地狱。好。然后只要蹲下就会有发光效果。好。OK。8000分。九，好，飞机国王是谁？国王，对，杰克，国王当国王呢？我是间谍，我也是开场间谍，不是，我刚那场也是开场讲说我是间谍啊，然后就被投出去了，哎呦，等一下。哎，月，开始就有小孩，月，爱你们，爱，月。你的小臂还掉到我这里了啦！小臂，你刚刚边跑边跳，你的小孩子掉到地上。小孩掉到地上去了，跟什么啊？可能这个真的，你回来。你的小孩掉到哪里了？前面，看到吧？啊，这边还有。你是在哪？我看到，看到了。七。他要去哪里？还很多啊。八。差两个，去别的地方玩了。他不认他爹了。九啊！算了。这里还有，杰克，你在哪里？九。哎，怎么了？前面还有。不摸金苹果，你直接上。等一下，有阶梯可以下来。哦。下面的有人拿了吧？其实你也差不多要上去了，可以了。没有，我没钱，那是你直接垫马比较快啊。然后那个商店旁边有直接可以往下，我想说你这边也差不多叠好了，我就上去了。分秒必争，哎呦，痛！哎呦，好，我上来了。有没有路过的人要挖个金矿啊？两个人，我来，没得挖啦，就还没换稿，你真的很奇怪呢。你们都那么会赚钱，后面，你要先急是不是？先给你好了，我来了。哎呦呦，团团这边等下可以直接从这边上去。有人10块了。好，我要上去了。够多了哦，你摊20块抓。我抓挖到金砖了，挖到金砖了。好。哇。好。哇。快钱。对面跟你长很像的也是很多钱。对啊。
你们是生命共同体啊，听起来感觉赚钱太兄弟啊，我要走啦，面向大富大贵，大富大贵。然后他我前面有隐形人是不是啊？怎么那么多小孩子？我看到粒子效果哎、欸。一开始也没办法赢吧？哎、欸，夸张！怎么了？被挖掉了啦！你看你贪20块钱，我、哦、被你兄弟挖走了。对，他们兄弟有一个人帮忙堵墙啊，太扯了！哇哦，好扯！他们堵墙堵我，可恶！不不，哎、欸、那个哈基，哎哈，金矿怎么都不见了？不知道呢，我来升奴隶的，升奴隶的。哦，我刚好像看到140块呢。140块啊！也只能升一级啊！跳！快跳！我帮忙铲击。嗯，跳！哎呦！这样有赶快！我在第几层了？啊！小雨！哎呀！巧克力！真的！打错了，你们怎么了？我想说，这里刚好一个差一块钱，看了很想花。为什么推你？为什么推我？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小屁孩杀死哎！小屁还中枪，小屁还中枪啦！我们的小孩，你们的小孩好是吗？我们就看你都是我的，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，我打我打，自己人自己人。我要去垫底了，我存了4颗装进在那里。我们刚刚都奉献给团团喽。那是两回事。他，你应该，我觉得团团就是多挖那两。对，我刚刚就在讲这件事情。看那兩我多挖一个金砖也不行，你看就慢了。那你就少了2个绿宝石哎、欸，你说少2秒，关键2秒钟，对啊，关键2秒钟，让我来重新回顾。哇，讲起来好带感哦，天啊！请看 VCR， 请看有 view， 很有 view。你刚刚讲关键那2秒，你脚下2个东西都不见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关键2秒钟，关键2秒钟了。哎，这是关键我们的人吗？这个是蓝色的，是蓝色的，已经不是我面的啦。可是我不能砍他呢。对啊，现在不行了，10分钟你哦。你不要挖到我们家来啦！你长得好像谁啊？好像在哪看过呢？团团吧，团团吧。装手，看起来很欠打。哦，你在装手。你根本不要挖到我们家，你好像变态哦。那是战术，你也可以去别人家。像我就去别人家，你可以当讨厌鬼啊，像团团。对啊。哦，这样哦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误会你了。开始挖砖，对不起。他要300喽，要花钱的赶快花一花哦。好，感谢。好，怎么花一花？哎，600吧。600啊！你怎么了？那个结婚，小三啊！哦，刚刚也被东西了，我都是被强迫的。哦，你看就说吧，不是只有我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是谁介绍的？花花介绍的，杰克介绍的吧？又是杰克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哇，是很会吧？美工哎，好平台哎，哇，介绍哎，介绍哎，你就舔啊，你就再舔啊，你不要介绍了，都分光了，舔啊，就不要让我把小孩挖出来啊，好恐怖啊，厉害的啦，好恐怖啊，现在是他就那个他贴着你挖，在那个舔小孩。他对你做怪怪的事情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挖出来，就挖小孩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刚刚把泱泱的小孩给埋起来了。哇！那把小孩打掉不好吧？8周了吗？你要被挤了，我跟你讲。很惨哦。接下来路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家的路被挖掉。被挖掉了。我听到。从哪里来的？这里吧。对。你聊什么？好像有，等一下，可能那个箱子也要放哦。对，对，岩浆声很近诶。对啊，有人灌浆吗？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，灌岩浆进来哦。对啊，因为岩浆声比平常的还要近的感觉。哎、嗯，那堵一堵就好了。哦，跌倒，不好意思。浆哎，洋洋，嗯，你的小屁孩一直跟着我，很好，他可能他认我做干妈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哎，人家在你做干妈呢，你还不还说人家屁孩？哎，孩子乖，来给你石头。他是要跟你要钱。给你钱，石头不能买东西。他是想要喝奶奶，可是他发现他跟错了。他没有奶奶，没有奶奶吸不出来。小屁孩，你知道吗？你妈说你给我钱，被挖被挖了。我给你钱干嘛？他都不让我养你。有没有香香？我去放，我去放。箱子魔人来了，箱子魔人，把你头上的放过去。哇哦，看我的头皮屑！哇哦，哇，面包超人，脑袋有分身了，新的头来了，面包超人、啊，一个头，一直觉得长得超猎奇，吃我的脸吧。那种写实派的，把自己的脸拿下来了，对，太恶了。哇，听起来有点可怕哎、欸！不会啊，哈基就常这样啊。OK， 箱子。哎、欸，你没去过哈基房间对不对？哈基房间有他的头哎、欸，这听起来很奇怪。真的，听起来超快的。当你去哈基的房间，他就把他的头给你吃下来。对啊，小屁孩，打死他！追他，娘娘的小屁孩。娘娘的小屁孩。他跑过去，跑过去，跑过去，香香啊！他跑过去，跑过去，把他堵起来，把他堵起来，堵起来！香香，什么香香？这是我，把他们手锁在一起。把他们堵起来，把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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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堵起来！上呀，小屁孩，追他，追他！追他！宝可梦大师哦，怼他，怼他！三就决定是你了，小屁孩！三，万伏特！上吧，小屁孩，使用追击战术。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比较安全啊？真的，我觉得比较安全哦。我家小孩变宝可梦了。你家小孩真好用，真不怕。空傻。连家的孩子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我听到这句话是觉得应该开心吗？哦、他们放香还是很开心。开心啊！可惜摊上无良父母。酱油，我们要那个。努力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我们就努力上去啊！你叠高，然后我有个，我带你去好了。